现在暂处于领先位置的是以色列106号选手贝卡诺夫，紧随其后的是加拿大84号选手格罗德。参加本组比赛的中国是90号选手韩天宇，他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夺得男子1500米银牌，在2014年世界锦标赛中夺得男子1500米的银牌。现在以色列选手暂处于第一位，参加本组比赛的加拿大84号选手格罗德萨姆，他的男子1500米世界排名第11位。现在荷兰132号选手暂处于领先。现在运动员在加速滑行，韩天宇刚才的超越速度是8秒93，还有五圈。现在以色列选手暂处于领先，加拿大选手暂处于第二位，韩天宇中国队的韩天宇暂处于第三位。现在运动员在加速滑行。现在运动员在寻找有力的时机进行超越，还有两圈。以色列选手现在处于领先的位置，以色列选手已经通过了终点。